休息地方。整个的房间呢，整个我们的房间呢有4.2个房间。这是生活区，那每个烟火前面呢都有1.8米高的厢房。那这个厢房干什么用呢？这个就是以前的浴室还有储物间。澡堂啊，储物间是在我们1.8米高厢房这边的哈。外面呢是土木建构的。这些呢是属于呢我们的最外面一环，里面呢还有三圈。那么第二圈干什么用的呢？第二圈呢就是会客厅，接待客的活动场所啊。第三圈呢就是学校了哈。哪个叫转向的？把这个单换你工吧。我呢个最大，系啊，呢个中间个就系有个拉啊，有佢咁样设计都几好嘅，用尽晒啲地方吓。系啦系啦，圆嘅全部都，点整个圆？你谂下，你用木咧，你咬曲佢咧，得唔得？系啦，个圆嘅真系。啊！啊！咁細個我哋嗰啲嘅，係咯。誒，咁啊可以住得好開心嘅。係啊。戴咗長鏡啊，長炮咧就最靚啦，係啦。呢啲真係冇得頂嘅，呢啲戴長鏡長炮，冇得頂。很高很高哦，得了。